现在已经吃过饭了，然后东西这些都也已经收好了，阿姨都走到前面去了。我们现在就带大家去看一下那个瀑布哈，这里有个瀑布叫这个爱布瀑布，哎，这个名字真拗口。哎，爱布瀑布。啊，爱布瀑布。就一匹布的布，是啊，那就叫爱布布算了嘛，啊，什么爱布布布，啊，从这里下去的应该是。它有个小桥。啊，在这边都能看见瀑布了啊。啊，有点陡。走，我走前面嘛，那就。我是开路者。你是开路者、嗯、啊，让你开路嘛，这个不要你开，这个路很好。我是女的开路者。哎呦，这个道怎么变成这样？这个道路可能是风大的原因吧，而且它这个道路怎么这么散呢、啊、它不像其他道路那样子，它是哎，我想拿一个看看。它这个稻谷你看它是全部是散的，我们那里稻谷它是一排一排的种的。嗯，很香、嗯、啊，这里就能看见瀑布了。往那边还是往这边？往这边啊。这边吧，啊，跟着路啊，你看瀑布的方向啊。这里还有，你在这里够不够火啊，这里肯定是从上面拿东西下来，在这里露营吧，因为这里有个坝子，草坪。哎，看到那个大的洞。啊，这边是吗？它这边是属于喀斯特地貌，从那里过去，喀斯特地貌，然后它就是这些山啊，这个山它这边是属于。广西是平，很平的地方，它这些山全部是石头。哇，那里能不能去啊？啊？那里？那里，那里是肯定是有人去过的，但是我们就不要去了。啊？啊，走吧，走，走。啊，然后这里。你看这里亭子，这个亭子是荒废了的，这个角度也挺好的嘛，这个角度应该是最好的。哎，人呢？这个角度应该是最好的。哎，我们是不可以在那里下去站，在那里站一下。那个很滑的，不要去站。哇，不错。哎，我很想到那个地方。嗯，朋友们，感觉这个瀑布怎么样啊？你看。非常非常非常的不错哈，非常的哇塞，这边还有路。这个瀑布它是免费的，我估计哈，你看这个修这亭子哈，那上面应该还有亭子，因为我们在下面看见好多个亭子，它肯定是没有开发好嘛，或者是开发失败了嘛，啊，它不像德天瀑布那样子，它可能是收不到费，看这个。这个就近距离的可以看见了。我想到那个地方去。走哦，先走吧。这里去还是那里去？我走，跟着这个路走。这个肯定是经常有人来的，你看这个路都踩出来了。哎呀，荒山野岭的，啊。荒山野岭的，这个是，还有好多，你看这些什么垃圾之类的，真的是，这些人，走走走，这里不来，跟着这个大路走，跟着我走，好，跟着你走，天哪，哎呦，这个歌手的这个。
以去吗？我去看一下。这里下去应该在那里就没有路了，我走一下。你不要下了，我先看着了，因为这个有点陡，它是闪的那种。哇，还可以呀、啊。可以可以，下来吧，看，但是要小心点啊哈。哎，这个都是人踩出来的，这里以前这里估计有个亭子的，你看它这些桩子都还在，可能那个上面被水或者风刮走了吧。这里好，别下来了，别下来了，走吧。啊，我还没看呢，你在那里看跟这里看一样的。啊，站得高看得远，不错。但是这里只能看见这一个，这里是瀑布群，就是有很多个瀑布，在下面也是瀑布，这边也是瀑布，这边也是，你看，上面还有。这里你别说啊，真可以洗澡，没有带毛巾，如果带毛巾来了我就在边上洗一下。走，哎呦，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他不收费了，这里。为什么？他以前肯定是收费的，因为你看这些设施都搞着的，但是现在他没有搞好吧，没有搞好，就是搞失败了，这里就开放免费了。有很多。其实有很多像类似的景区，它开始收费，建好了开始收费，但是收一段时间感觉不理想，或者是没什么人。收一段时间，连他雇员工照顾卫生的费都收不出来。对对对。于是他开销都不够。这边呢？这看一下，呀，这是一个溶洞。哎呦！怎么了？哎，我有点怕。这是石灰岩吧，石灰岩溶洞吧。哇，你看那里那么深。哎，石灰岩溶洞。这是原生态，没人动过。哇，这个肯定是原生态。嗯。你看。哎呀，石灰，这应该不是钟乳石吧？这是石灰岩吧？看一下这个溶洞，它就这么大，啊，就这么大。嗯，走吧，走，不下去了。啊，那里你还下去干什么？不是路吗？它在那里下面还有一个洞，什么？我不要掉下去了。走，吓我一跳。那怎么走？这边走。啊？回去。不到里面去了吗？不到我们里面去、啊。那个洞里面有什么玩的？走吧，那你走前面吧。这跟探险一样了。哟，这上面还有溶洞。可能和洛克差不多。啊，你看这个石灰岩，它会掉的，快走！哎，这里有个洞。快走。啊。这是石灰岩，应该是石灰岩，钟乳石它不会掉，石灰岩。嗯。你看石灰岩石，啊，容易掉落，容易掉落。眼看手勿动。对呀、啊，所以说叫你不要动手、嗯。你看可以。哎，这个
看着还不错，这个，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多漂亮的啊！这个还不错。这奇怪，这里也能长植物？走吧，叫你不要动这个。哦，不能动。嗯，你拿个这个干什么？扔掉吗？不扔。这拿着干什么？不要扔掉。不扔。哎呀，这边好陡哦。这个是滑的哈，你要小心点。怎么了？那里有一颗那个啥？这个什么？快看！什么？哎呀，这个除蒜有什么看的嘛？走。你把它弄掉。你不要踩它就可以了嘛，真的是。快点！哎呀，我走了。哎呀，快点啦！哎呀，这个除蒜有，对呀，这个除蒜有什么这个的？你看，我是你把我都吓一跳。这个除蒜有什么？这个是除蒜钓鱼这些啊，也叫蚯蚓这个东西。你蚯蚓都没见过吗？你们大城市的人。哎，看一下，这个完全是荒山了，跟探险一样了。下面这个瀑布，哎呀，这是人工修建的。哎呀，停止！你看嘛，这我在下面，你看我们车停在那里，大家看没有？我在下面都看见了。眼睛这么亮。没想到这是荒废的，你看这里还有。很多垃圾啊，矿泉水瓶这些啊，哦呦呦，这些你真的是走。上面结构还是挺好的，但是下面你看这些木头，它就已经腐蚀掉了很长时间了。下面哎，木头腐蚀掉了。哇！这边，那边还有一条路。来看一下，这是居高临下的瀑布啊，很多个道，这上面还有道。上面还有没有？上面应该有吧。它这里是瀑布群嘛。啊，这里倒是太酷了。对。哇，走啊。走不动了啊。那就是只能到这里了。哦，那里朋友，你看到没有？是啊，这里到处都是啊，我跟你说过啊。它是瀑布群啊，这里。哎，还是这里吧，这里它下面能看见，这边也能看见。哎，这下面是万丈深渊啊，这下面你要小心点呐、啊，下面是万丈深渊啊。下面是万丈深渊啊，这里，就这里下去就很高很高了。下去就完蛋了。这石头，这就是喀斯特地貌，这个，啊。哎，你看那个洞上面好像有一个东西。一个石头，那个洞。可是好像像个人一样的。嗯。啊。你别吓自己。在那边。游泳衣拿来到这里洗澡吧。啊。这里不能洗澡。啊，游泳衣拿来。不能洗澡。啊。我去这边看一下。游泳衣。这边越走越慌了，这边你看这个踩出来的，越走越慌了。算了吧，我们原路回去吧，还是？那就没有啦。啊，原路回去算了，走吧。我们打道回府了，又到这个溶洞这里来了。走，这个溶洞，这个看一下，石灰岩，这是石灰岩。走啊，看这些洞里面，这上面是洞，下面是洞。哎呦，这里还有个蜈蚣，我去。你在这里来坐吧。你看见那个蚯蚓都把你吓着了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呢。我要是像老小龙女那样的蜈蚣，我就会怕。你是大龙女啊。你比他更厉害呀！你小龙女多厉害，她在那个山谷下住了16年一个人。
哎，不不不。不